Thank you.
主内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欢迎大家出席今晨的崇拜。让我们来聆听一段神的话，诗篇107篇1和8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让会众我们一同的来起立，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全能的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自尊到永远。我们一同拍手来唱，真神你掌权，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自尊
请坐。我们来同心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差派爱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谢谢你那伟大的恩典，主啊，我们只愿为你而活，不忘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为你在这世上做光做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主，谢谢你的救赎的恩典，让我们能与神恢复美好的关系。我们再次请会众起立，我们来以感恩的心一同来唱诗《救赎的恩典》。是假的。
伤，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的一直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我感恩我敬拜的一直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哎，楼上楼下，会众，我们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以为你受责罚，被上帝苦待了，哪知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在你面前都如羊走迷，个人偏心嫉妒，你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原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是你再一次让我们能够重新活过来，我们谢谢你何等恩典。今早我们来到你面前纪念你与我们受死，与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与我们复活，我们借着圣餐我们纪念你。我们围着我们自己，我们向你祷告，在我们当中我们有疲倦、受伤、伤心、失望，我们求你在你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你的爱再次医治我们。透过今天早上圣餐，我们能够经历你所应许的丰盛生命。在这不完美的世界当中，我们学习与上帝同行。我为这无风传道的信息分享，我们向你交托，求主你使用，求你赐给我们能力，帮助我们能够听而遵行。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给我们保持站立，我们唱以马内利。这是我们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早的经文取自提摩太前书，今早的经文取自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三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三节，我们可以翻开我们手上的圣经，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三节。找到过后，我们用轮流的方式，我们来念哦。我先念第一节，那么弟兄姐妹回应第二节。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三公，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不可死者；做一个仆人的丈夫，有些事至少可完成，可以理解了解，可以明白。不饮酒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人若不知道管你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
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正道的奥秘。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给我们第三最后一节，我们自己来啊，我们一起来。因为善做指示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正道上大有胆量。给我们读经，当时到这边，我们接下来有诗班为我们献诗，然后过后有无缝传道与我们正道，题目为教会崇拜的领导。我们请小组诗班。
们谢谢诗班给我们的献诗，美丽的歌声，美丽的歌词献给我们的上帝啊。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这个题目呢，就是教会崇拜的领导啊。上一周我们就讲到教会的一些的教导，今天早上我们就要看一下领导。所以我们领导重要不重要？当然非常重要，对不对？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我们的家，还是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上学的时候，我们的班上是不是有一个班长？是不是很重要？所以班长有在非常重要，班长不在的时候，副班长一定要在，对不对？公司也一样，老板不在的时候怎么样？经理总要在吧，哦，经理总要在。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下教会崇拜的一个领导。我们首先要看一下上一周前两周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学习到教会崇拜的一个教导，教会崇拜的教导。上一次说了什么？上一次这个保罗就告诉提摩太，就是要为人祷告，要为人祷告，为人祷告。那么他也说到要认清楚这个信仰的基础。那么也是提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随处还有随时的祷告，还记得吗？两周之前然后第四的时候就是要沉静的学道，就是认真安静的学神的话语。其中一个有一个部分哦，要重新的再说一次，就是随处或者是随时的祷告。上一次我们学到什么？上一次我们就学到犹太人的祷告是什么？他就说要举起这个手，举起这个手来祷告，这个是一个祭司的一个祷告。那么它是形成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叫做信，就是意思是说Shaddai， 就是全能神的意思，所以这个很有趣。崇拜过后呢，回家的时候，我的孩子也是跟我说：“哎，这个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哎，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是会讲：“哎，怎么做这个东西哦？”这个要重新再声明一下哦，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这个手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向神祷告。所以这里就说到说，有一个音乐老师，音乐老师这个 Lama Boschman， 他就说，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宁愿有心无语，我们敬拜的时候不愿有语无心。怎么回事？就是那个心很重要，你有没有那个语言是次要的，但是心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学多一个，再补充一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宁愿有心无语无知识，这个知识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愿有知识有语却无心，好不好？这个很重要，新年要到，有些人做不到的话，不要勉强，不要勉强哦，不要弄到自己的手都抽筋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经文很重要的告诉我们，就是要随处或者是随时的祷告。新春到了，我们到朋友的家亲人的家，或许可以为他们祷告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好，进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他这里就说到保罗告诉这个提摩太。人若想要得这个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公，这话是可信的。先讲一下这个监督，监督其实就是教会的最高的领袖了，就是领导，最高的主任牧师等等，他们是负责管理教会，他们是要教导信徒，为人祷告，做信徒的榜样，立教会的一些的规章和制度，案例领袖，还有一些牧者，是一份有责任也有一个代价的一个呼召。所以这里也说到了，这个是一份上工，
上工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工作。什么是上工？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一个工作，是一个有尊贵还有一个美好的地位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若要羡慕做一个监督或者要做长老的，是要有渴慕上工哦。进入经文之前呢，那么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两个东西哦。今天我们要先弄清楚两个东西。保罗提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讲了很多东西，领袖应该是怎么样的，领袖应该是有什么行为的等等哦。这里所说的一个资格或标准，不是律法，不是律法哦，这个要很认清楚的。保罗没有为这些领袖另外做一个新的律法。你做领袖的就是要有一个新的立法出来，做错了就是要定罪。保罗不是那个意思哦，保罗不是那意思。若是讲到立法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达到的时候，就是要定罪了。所以他是提出做这个领导的资格和一个标准，一个方针，让这个提摩太知道，这么多人当中要怎么样去选一个合适的领袖来教导或者是来领导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另外一个就是教会的领导或者领袖也需要恩典啊，教会的领袖都需要的恩典啊。他们虽然是成为领袖以后，不代表他们不需要恩典。没有任何的一个领袖他的一生当中是完全没有过错的，但是如果这个领袖是愿意悔改愿意改进的话，他是能够有机会成为教会的领袖哦。所以我们第一个部分要看的就是监督，就是长老的资格了。做监督的这里就说到必须无可指责，必须无可指责，说的是几方面呢？保罗在那里就提到几方面了，就是个人的道德品格，个人的家庭的生活，属灵的成熟，还有一个社会的名义，作为一个选领袖的一个标准。要记住，保罗在这段经文所提到的多数的资格这些标准呢，不是一个立法来的，不是一个立法。若这些领袖真的是达不到的话，不代表他就是有罪，不代表他就是有罪了哦。他是为了帮助以弗所教会，在这个教会这么多人当中，这么多弟兄里面拣选出来最佳的人选出来，这个可以明白吗？就是要选出最佳的一个领导。圣经形容教会是什么？圣经形容教会就是好像耶稣的心腹，就是新娘。耶稣就是好像那个新郎一样，当做男生的找一个新娘的话，会找一个不喜欢的，不可能，对不对？总会找一个喜欢的一个新娘。同样的，来到神的家的时候，耶稣基督也盼望我们教会的家总会有一些好的领袖出来。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就是道德品格的标准了。一个妇人的丈夫是也要节制的，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那么这个部分有看到一个善于教导，等一下我们看后面做执事的时候就是那个不一样的。做长老的就是要有多一个恩赐，是能够教导的。做长老的总要求这个恩赐，不断在圣经的真理上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长进。那么这里说到不饮酒之事，意思说头脑要清醒，头脑要警醒。如果一个人没有喝酒的话，如果说他是不喝酒的，但是他还是每天猛茶茶的话，可以不可以做长老？总不可以，对不对？总不能做这个最高的领袖哦。或者是一个没有喝酒，但是天天发白日梦的，他的脑袋不知道在想什么的话，这样也是不合适做一个领导的哦。还有说我们不打人，也没有长老会打人啊，还是你们当中会不会打人啊？这个我很难想象，为什么当初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保罗会提醒提摩太，要选一个不打人哦，
可见那时候他们会面对一些可能是新来教会的或者是一些本性很难改的，就是很暴躁的，就是很冲动的一些弟兄，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当中啊，所以他特刻意的强调，不可以找那个会打人哦，不可以找那个很会喜欢打架的那个人哦，所以不打人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不贪财也是很重要。教会做领导的不像在外面做生意，你在外面做生意的话，你把钱看得不重的话，这样子你的生意是什么生意？应该是很易做的生意啦，每个人都会做的亏本生意，对不对？但是来到教会的时候，是确实是一个需要一个不贪财的领袖。教会的领导是跟外面做公司还是做一些社团一个领导是不一样的，他需要管理教会所得到奉献的钱用在神喜悦的事上了。再来，这个是道德品格的标准了。接下去保罗就提到家庭生活的标准了。他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庭，儿女凡事端尊顺服。一位长老如果已经成功带领自己的孩子，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的话，我相信他也有能力帮助教会的其他的弟兄或姐妹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肢体，对不对？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啊？其实是很多弟兄都已经做到了，所以下一次有选领袖的时候，选到你的时候，不要这么急的拒绝哦。神需要我们的教会有不断很多新的领袖出来，来做一个传承，所以教会需要这样有家庭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哦。所以再来呢，就是属灵成熟的标准了。所以这里就提到初入教会的不可做监督，意思是什么？就是刚来教会的一些的弟兄或姐妹，他们是刚来的，不用急着要他们做最高的领导。可以不可以做一些小小的领导？或许他是一些有领袖的一个风格的话，或许可以。为什么呢？如果他很快的做上一个很高的领导的时候，他的考验很快就来了。领袖最大的考验是什么？就是骄傲。你们有感受过骄傲的一个心吗？有没有？年少的时候很成功，做到一件事情了，你会有那个骄傲或者是自豪的心出来。如果这个心如果是你不会去管理的话，这个骄傲就会种在你的心里面，你下一次在成功的时候，你这个骄傲又再冒出来了。当你有骄傲的时候，你会看清身边的人哦。当你骄傲的时候，人家跟你打招呼，你 know you， 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同事啊？总会有一些骄傲的人可能会出现在我们身边哦。传道有没有骄傲？你们不敢说啊。一个例证哦，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刚年少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感受到那个骄傲的心。少年人，你一定要知道那个骄傲的心是到底什么样子的。年少的时候，我曾经在中学的时候就出去打工了，就是周末，星期五放学以后下午打工，星期六也打工，礼拜天那时候我没有来教会，礼拜天我也是打工的。所以打工这个公司很不错，为什么呢？他每个月就会选出一个最好的员工。你认为传道是努力勤劳的一个人吗？我拿到一次哦，但是就是那一次，当我第一次拿到那个奖的时候，不是我感觉哇很自豪嘞。那时候是我是大概16岁的时候，我觉得很不错嘞。我那时候16岁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小小一个公司小小一个咖啡店咖啡哦，
这么多成年人在那边打工，但是我是最年轻的，而且是十六岁的，我既然能够会比他更加好。那时候是什么出来的？那时候就是一个一可能会很兴奋，第二的时候那个骄傲的心就出来了。少年人有没有骄傲的心啊？有没有感受过？这个你感受到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样去管理这个骄傲的心，要不然的话，你很快的就陷入那个试探里面了。真的，如果说你不断的每一次成功，每一次是又有那个骄傲的心出来的话，你会长期就是成为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人啊。所以出来教会的不可做监督，就是不能立刻的做很高的职位。提摩太就是很知道这个很重要一个道理，在教会越做越高的一个职位的时候，跟外面不一样哦。在教会做越高的职位，是要更多谦卑的心。为什么呢？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说你坐在高位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有很高的名望呢。耶稣基督要离开这个门徒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一个事情啊？他放下自己的身段，他做了一个什么举动？他为门徒洗脚，还记得这个事件吗？耶稣为门徒洗脚，那时候洗脚的啊，不是一个做老师，或者是不是一个做官员去做这个举动，是奴隶，是一个仆人所做的一个举动啊。但是老师，身为老师的耶稣基督，那时候做了什么？门徒来了，一个一个进来的时候，他告诉门徒：“哎，不要进来先坐下。”耶稣为他们一个一个的洗脚，不简单，对不对？今天你去上班，你的老板会帮你洗脚吗？绝对不会，对。所以教会跟外面的公司不一样哦，教会跟外面公司是真不一样的。教会若是做领袖的，真的是要蹲下来为很多很多的人洗脚啊。很多肢体若病痛的时候，真的都要抽空这个时间，或者是一些软弱的肢体很需要祷告的时候，总要放下自己的工作去服侍这些肢体哦。所以这个是耶稣所立下的一个榜样，告诉做门徒的，当你越做高一个职位的时候，你要服侍的挑战更加更加多的一个谦卑，你要蹲下来的一个次数，或者是你要蹲下的一个量都要更加的多。再来就是社会名义的标准了。保罗也提醒这个提摩太，若要拣选这个做监督或者是长老的，在教会外面要有好名声，这是一个向世人或者是向社会的一个好的见证。一个人没有好名声，可能他的做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不一定可能每个人喜欢。一个人在外面没有好名声，可能他做生意的手段不一样。当来到教会，如果说用了一些不好做事的方式或者是手段的话，那么这个长老很快的会被控告了，很快的会被控告了，神就会失去他所配的一个荣耀。所以保罗的提醒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他要帮助以弗所的教会继续的成长，不要砍这边又砍那边，对不对？所以纵然如此啊，虽然保罗说了这么多的一个资格还是一个标准，纵然如此，但是不代表教会所有的领袖都是尽善尽美十全十美啊，不是每个领袖都是什么都会，对不对？有些领袖可能唱歌差一点啊，我们要招师班的话，有一个基本要求是什么？就是音要准，对不对？如果招一个领袖做某个事工的话，他总要有那一方面的恩赐，但是不是每个人是十全十美，总会不小心做错事情。如果做错事情的时候，教会会怎么对待他呢？教会的其他的领袖会怎么样对待他呢？今天告诉你们一个外面公司时常所提倡一个，就是提倡一个无指责的文化。
无指责的文化，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一般很大型的跨国的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成功的企业，他们就特别提倡这个无指责一个文化。等一下我会解释更多，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当有一些大型的活动，他们做检讨了。每一次有一些很好的项目或者很好的产品出来过后，他们会做一些检讨，但是他们做检讨的一个元素呢，它就是不指责的，它是不指责的。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们提倡一个无指责事后检讨啊，就是无指这个无指责的一个文化，能够减少害怕被指责，就是讲这员工哦。员工会更加的开放，会不断的进取哦。员工之间会有很好加强沟通，还有资源。员工可以很快的纠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赶快的纠正这个问题了。最后呢，就能够实现最佳的果效。这个能不能做到啊？华人的公司能不能做到啊？我相信不容易哦。华人做老板的话，以前我在西马工作的时候，你进一些华人公司，他们形容什么 China Man， 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 China Man 呢？就是他就是老板嘛，他就是不管什么，就是你错就是你错了，老板讲你错就是你就不用跟他说什么了，你不用跟他解释，哎，老板不是的，不用，他讲是你错就是你错的，这是一些China Man 的一个文化哦，跟西方不一样。所以要怎么样从一个无指责的一个文化变成一个这样一个指责的变成一个不指责的、啊、能够做到吗？可以一步一步来的，可以一步一步来的。所以第一个就讲到，常常如果说你觉得是人是问题的话，你要开始变了。在做生意的，或者是你在你的公司做领导的啊，如果你常常觉得，哎，这个人又做错了，你要换一个想法，你要换一个想法，可能是一个体系的问题哦，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公司里面有一些不好的文化或者一些体系，导致他常常做错。再来是什么？是谁做错？不要再去问是谁做错了，到底是什么东西错掉？到底是什么导致那个东西产生这个错误啊？这个员工为什么会做错那个事情？是不是因为他的培训不够？是因为一些公司的一个设计还是什么，导致他一直在犯那个错误？想一想哦，在座的，要不然不要指责又指责，试问一下，询问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哦？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通常如果是不断指责的呢，通常会掩饰这个错误。哎，那个做错了，老板可能很爱你，没关系，这一次就没关系，把它掩盖起来，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做错这个事情，这个事情错了没关系，不要告诉人家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在你们的学校也好，还是在你们的公司，学习开放进步。如果你开放的话，发现到那事情是错的，尝试把那个事情纠正过来、哦、如果说不断指责的一个文化呢，员工会产生什么？产生恐惧啊。所以有些公司你会发现到，你进去做工的话，你会怕谁？你会很怕那个老板啊。有些公司可能你会进去，哎，你觉得很自由的，你感觉那公司就是你的一份人生的一个部分，你不会惧怕的，你会勇敢的为你的那个公司去发挥的。再来什么？如果掩饰这个错误，然后又产生这个恐惧的话，你换了另外一个人的话，那个问题、那个错误又不断的重复，这样子好不好啊？但是你换另外一个角度，错中学习，在错中学习。当你提倡一个无指责的时候啊，不代表你觉得那个东西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哦。回到圣经里面，耶稣有没有提倡这样子的文化？
耶稣有没有常常指责人？哎，你做错那个门徒，这个门徒你又做错那个，另外一个门徒又做错吗？耶稣曾经面对一个考验，当他在这个圣殿的时候，记载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法利赛人知道耶稣在这个圣殿，就抓了一个犯奸淫的妇女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说：“耶稣，这个女人干了一些坏事，犯一个奸淫，按照旧约圣经，就是他们的所知道的律法要怎么，就是要用这个石头来丢死这个女人。但是在罗马统治的时期啊，任何人都好，不可以随意的拿这个石头来丢死另外一个人。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就静静的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法利赛人有没有打他？有没有拿这个石头丢那个妇女啊？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明白自己的律法，虽然自己的律法说要拿石头来丢死这个妇女，但是他们在这个罗马统治之下有一个另外一个律法，就是说不能随意的拿这个石头来丢死这个妇女。但是这是不是说这个耶稣真的是认同这个妇女所做的事情犯奸淫没关系，这一次法利赛人没有抓到，抓了你，但是他们已经离开了，你下一次可以再做吗？不可以，不可以。耶稣说了一句话吗？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但是耶稣说：“从此不要犯罪，从此不要犯罪。”回到教会的领导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做错事了，我们学习不指责人哦，我们先发现，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那个人会做错事情。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我相信很多人是愿意做领袖的，不会害怕成为教会的领袖。但是不代表以后我们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允许一些错误不断的发生。所以耶稣也没有说让这个妇人走了，你下一次没关系，继续做那些奸淫的事情。没有，耶稣说什么？从此都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监督和长老的一个资格。第二个部分呢，就讲到执事的标准。执事的标准就提到类似一样的，个人的品格、属灵的生命、教会的服事、道德的纯洁、家庭的生活，这些做执事的标准和这个做长老或者做监督的标准都是类似一样，但是其中一个不一样的就是长老要额外会有这个教导的一个恩赐哦。执事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啊，这里说到个人的品格，执事在希腊原文里面就是一个仆人啊。像今天我们当上执事的，不代表他就是升官了，升官了不代表他是发财，不是这个意思哦。在外面你成为一个领袖，你可能是真的是升官发财。但是在教会里面呢，你成为执事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做仆人啊，做工人啊，做什么工人？就是过做一个长老按照神的心意所吩咐的一些的事物。起初教会的执事只是管理这个饭食，就是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参加聚会了，聚会以后有一个饭食，那时候的执事的责任，就是要确保每个人是温饱的才回家哦。当然今天发展到今天的服事的时候，执事要做的不只是这些温饱的事情了，也要确保这个交通，今天你们来教会的时候有没有找到停车位也是很重要，对不对？今天财政的任务也是很重要，管理钱财的任务，还有维修保养，今天你们坐在这里有没有感觉冷气是冷的，对不对？感谢上帝哦，因为背后有一群的领袖在不断的做一个保养哦。还有什么电脑的器材，今天你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楼下的长辈能够看到我的样子帅不帅？
都是因为背后有一般的执事还有弟兄姐妹啊，在不断的努力做这个器材哦。还有图书馆虽然是一个执事执行这个事务啊，但是做执事的首要的一个标准不在乎他的才干和能力，还是在乎他的内心。有一句话什么，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若他是有心的话，他什么才干什么能力都会学出来的。撒母耳记上也就提到了，耶和华看什么？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的，但是神是看人家的内心的。当一个人有心，再加上有才干的话，那个就更加好了。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要看的就是执事的个人品格标准。这里说什么？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特别是不好喝酒，就是不要爱上喝酒啊。若早期这些做执事的喜欢喝酒的话，他们要负责什么？管理饭食啊，管理饭食要分这个饼。一个人来了，哎，怎么这个分两片的？为什么那个人分三片的？因为刚才喝了酒，看这个人，看那银子，人家一个两个，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但是他已经醉酒了，他能够分什么？他可能就看到银子有两个银子，就分两片了，对不对？所以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哦，特别是做财政的，或者是做一个比较高的领导，我们教会不会特别找一些会想要发财的弟兄，或者是想要发财的姐妹来做财政哦，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诱惑。这些都是做执事的个人的品格的标准。再来呢，就是属灵生命的标准了，有一颗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那么上老教我们也知道要学习这个真道，这个神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特别是教会的信仰的基础，不要跟随这个世界败坏的风气。我相信大家都会去分辨到底是什么是不好的一些风气，一些是什么是神喜悦的一个风气。这不单常常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好像是今天的讲道是说给领袖，那些不是领袖的好像准备可以睡着了，对，但是不是的。上帝盼望我们每个人能够操练这个属灵的生命。再来呢，就是教会服事的一个标准。这里说什么？先受试验，意思是什么？就是先证明，先不断的去给他一个小小的一个考验，适不适合做执事的这个职位。执事也是有很多负责的不同的岗位，他适合不适合做那个岗位。这个试验是要不断的受试验，确保是符合资格。雅各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在百般的试炼中，可能有不同类型的试炼来考验我们，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信心受过试验以后，会生忍耐。雅各也说，如果我们的忍耐也是成功的话，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完备毫无缺欠的一个人。耶稣也是有经历这个考验，耶稣也是同样经历这个考验，经历什么考验？就是受试探的考验。耶稣准备出来传道之前，他是被引到这个旷野受这个魔鬼的试探。耶稣也是经历这个魔鬼的考验，证明他是完美的，证明他是没有犯罪的。耶稣基督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或者是他为我们流出宝血的时候，他的生命是没有罪的。他是受过这个考验，虽然是魔鬼来试炼他、试探他，但是他是没有得罪神。今天我们领这个圣餐的杯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的宝血是洁净的，是无罪的，借着他无罪的宝血的，才能洗净我们有罪的生命。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你明白这个用意吗？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无罪的，他是经过试验的。做领袖的不要害怕被考验、被试验哦。
再来就说到道德的标准，这个是一个重复了，我就不说太多，就是做一个夫人的丈夫。再来就是家庭生活的标准，也是一样的，就是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还有自己的儿女。再来他有提到一个女执事，女执事为什么突然间会冒出这段话在这个圣经里面呢？那么圣经学家就有两个推论，一个可能他是真的是女性的执事，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就是指男执事的妻子。所以保罗也盼望这个做执事的他的另外一半是端庄，不说谗言，节制，凡事忠心了。今天我们所学到的有监督长老的资格了，有执事的标准，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服事的赏赐。服事的赏赐，他这里说什么？善做执事的自己得到，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什么意思啊？第一个美好地步就是成为众人热心效法的一个榜样，是一个模范的领袖。什么意思是大有胆量呢？今天可能做一个小小的领导，但是有一天他可能能够为主耶稣做更大的一个侍奉，这个就是那个意思了。当中不是执事的有没有想要成为教会的执事？哎呀，大家都很安静啊，这个不好当，对不对？听完了这篇道，可见教会的执事还是一些领导还是长老，其实往往他们在背后所做的服事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今天这个经文是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是能够成为在座的领袖，无论你是做长老还是做牧师传道，还是做教会的执事，还是做团契的职员，还是组长都好，还是小小的领导都好，上帝借着耶稣说了一个勉励的话给你们。他说什么？为义受逼迫的就是那些愿意服侍神。虽然是服侍神，这里说什么？天国是他们的。服侍神的时候，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扭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领袖们，你们有听过这样子毁谤的话，你们就是有福了。耶稣说什么？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包括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领圣餐？我们为什么会领耶稣的这个饼还有这个杯呢？因为他就是受逼迫的。他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走上这个宝座，他要走上这个位置的话，他其实是付出他的生命的代价，知道吗？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宝血是洁净的。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向神祷告。低头的时候，我们呢可以默默的思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其实已经为我们走了这个十架的苦路，他舍去他的生命，他流出他的宝血。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刻，我们是怎么样信耶稣的？我们就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干净我们的生命，能够除去我们的罪。我们思想我们当初所做的一些的错误，耶稣基督仍然要洁净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走这个十架的苦路，他为我们流出这个宝血，舍去他的生命，为了就是要除去我们自己不能除去的罪。当我们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
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血已经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了，无论我们在当中做领袖的还是弟兄姐妹都好，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要遮盖我们每个人的罪。纵然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外面，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在自己的学校里面，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但是这时候主耶稣基督求你借着你的宝血再次的洁净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能够得洁净，成为神喜悦的一个生命。主，我们向你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回应神。这首诗歌说到，请问可曾信主依宝血，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回到天父那里。我们一起来唱第一遍跟第二遍。当诗欣继续弹奏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也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预备，回应早上的信息的同时，我们也将我们的心再次透过早上圣餐的摆设，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爱我们，为你我舍命，更把职分赐给我们。透过早上的信息，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在各自不同的岗位，在新的一年教会的领袖，不论做监督的、做执事的、做任何一个岗位的领袖，我们都愿意先说，主啊，是你自己的爱，你的宝血买赎了我，让我可以在众人的面前，我可以立定心志做榜样。主，你怎么样为我们舍己，我们也学习可以为他人来舍己。我们圣餐已经预备好，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圣工人员先到台前来。凡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你就可以预备心，早上可以跟我们一起的来领受圣餐，不论是楼上楼下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好这样的预备。先请圣工人员一起到台前来。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举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的门徒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工人员把圣饼递到你的手里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不断的向神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凡可以领受圣餐的弟兄姊妹，你可以从位置上站立。当你拿到了，就可以安静的坐下，你可以继续的来祷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了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里面，因他的身体，因他的宝血，我们可以得生命，我们可以有盼望。是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2024年，很快我们要进入农历的新年，好不好？我们祷告说，主啊，当我领受你的身体宝血，你给我更新的心，更新我的心意，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的生命可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的生命，我的言行举止都能够来荣耀你，造就人。可以领圣餐已经拿到饼的弟兄姐妹们站立，让我们就心存感恩的心，我们一起的来领受。可以领圣餐的弟兄姐妹们仍然站立。饭后，耶稣照样举起杯来，祝谢的递给他的门徒说，这杯是我用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为你们的罪而流，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达到了，可以请坐。
拿到杯的弟兄姐妹，当你坐下，你一样心里面继续向神存感恩的心，悔罪感恩，因我们仍有赦罪的恩典，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你立定心志，在这一年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有长进。因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要我们的生命可以有着耶稣基督的 DNA， 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有根有基的来成长。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宝血，让我可以得荣耀的生命，活出你的样式。拿到杯的弟兄姐妹，楼上楼下，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就存感恩的心、喜乐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会众请坐，圣工人员可以回坐。接着我们继续请敬拜同工带我们来唱刚刚这首的圣诗，用耶稣的宝血再次能够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面前活出他的样式。是我们是受奉献的时间，那么像我们在唱虽问可称信主义宝血，那么受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我们的义务，因为我们所做的都不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果效，那么我们也不能够赚取什么。那么我们请一起唱赞美诗159首。生命，他曾。
会众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父神，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圣餐，我们纪念你的爱，也谢谢你今天早上透过奉献，让我们能够在上帝你的圣工上，我们有份来参与。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管家，若不是上帝你的保守，不是上帝你的护理照管这个世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果效。我们把今天早上我们所赚取的，我们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主将今早上的奉献分别为圣，用在你的圣工上，让上帝你的名字得到荣耀。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谢谢，我们请坐。OK， 这时我们要欢迎一些回来我们莲堂这里，我们回家过年的弟兄姐妹哦。当我念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可以不客气从你的座位上站立，我们欢迎你哦。OK， 第一位是杨轩哦。Okay. 我第二位黄佳慧。第三位德怀，龚德怀。请坐。那我们第四位杰林，张杰林。给第五位俊伟，潘俊伟。那么第六位何志文夫妇。请坐。给第七位范友仪夫妇。范友仪夫妇。在婴儿室里面。第八位 Melvin。Melvin。下一位于慧娟 ，OK， 然后朱国强夫妇有吗？国强啊，在里面 ，OK， 然后张世莹在那边 ，OK， 刘义达在那边后面那边。OK， 还有谁如果没有念到你的名字，你可以不客气也是从你那边站立，然后我们可以欢迎你哦。OK， 没有啊，我们就可以大家可以用你自由的舒服的方式，我们跟前后左右的人，我们握手问安哦。OK， 站起来，我们跟大家。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中央的教师报告哈。那么第一项有关这个羽毛球的，我们有一个 video clip，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video clip。那请同工帮我们播那个 video clip 吧。OK， 那么我们今年我们在6月16号到6月17号，我们也举办一场的这个羽毛球比赛。那么截止日期是3月17号啊。
3月17号，所以这个主日可以开始接受报名。那么如果有兴趣的，在莲潭你可以联络斐文弟兄啊，可以联络斐文弟兄。有人要站起来的，OK， 我们来看第二项，第二项有关这个少儿诗班。少儿诗班，那么报名截止日期是在2月25号，那么开课的时间是3月16号。那么这个少儿诗班是开放给7岁到18岁的少年儿童参与哦。那么我们莲堂我们练习的地方是在珠宝堂会哦，时间是星期六下午4点半到6点。那么我莲堂的联络的负责人是薇薇老师哦，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络他。那么我来看下一项有关这个新春崇拜。那么因为我们的初一是在拜几？我们初一在拜六哦，拜六。那么所以我们拜六，因为在初一在拜六，所以我们没有那个新春崇拜。我们新春崇拜在第二天，然后是初二。我们新春崇拜在第二天是初二，2月11号进行。那么另外当天的奉献将会归给两个的我们教会的这个家庭幼稚园哦，就是马宝园跟杜高的幼稚园。那么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参与当天的奉献。我们来看下一项，有关立州这个毕业营哦，那么在3月11号到13号，日期在3月11号到13号，那么报名费是马币130元。那么就是2月5号就是截止日期哦。那么如果想要报名的可以联络小军老师哦，小军老师。那么有关下一项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宣教队哦，那么在今年5月5号到12号我们将有这个宣教队，那么报名截止日期是2月25号，那么有兴趣者可以联络贾牧师哦。那么我们短宣部在3月14号开始这个两个月短宣，那么这个两个月短宣是欢迎那些17岁以上的毕业生哈，那么有心接受装备的可以报名，那么你想要报名的话可以联络何英牧师跟雅静牧师哦，他们的名字跟那个电话号码都有刊登在社区单，还有在荧幕上的 PowerPoint。我们看莲堂的家事报告。那么来临周二我们依然有这个晚祷会哦，那么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那么服事人员也亲自各自参阅这个程序单。那么因为我们来临的星期是这个要过年了或新春了，所以我们一周的这个团契节目将暂停一次，那么鼓励弟兄姐妹们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去拜访弟兄姐妹们的家。那么下一项就是我们下主日年初二是我们的新春崇拜，那么伊恩牧师一分享2024年新年新更新啊，也求弟兄姐妹们能够预备心回到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那么当天的主日学也是将暂停一次哈，请弟兄姐妹们随住。那么我来看第四项啊，第四项是关于我们诗班想招募。我们诗班想招募新的成员哦，那么凡是有心想要以你的歌声来侍奉神，那么有一些下面的条件，请大家留意听。那么能够达到诗班的基本要求，音准，愿意奉献身心为主使用的基督徒，有责任感，侍奉热神，团结精神，谦卑的态度，都有资格可以加入我们的诗班哦。那么有负担者可以联络小军姐妹还有神医姐妹，因为大家不能大家看了这个就不会觉得好像很难哦，所以很多条件。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侍奉里面，我们要带着爱上帝的心，我们去侍奉，我们也带着爱上帝的心去侍奉，那么这些全部都不是个问题啊。所以，因为你带着爱上帝的心去侍奉，你会把最好的带到上帝面前。然后到最后，我们来这荧幕上有这些一系列，我们来领一周圣职者的名单。那么如果当中有大家认识的，可以在私下给大家给他祝贺啊，祝他圣职蒙恩。给我的报告到此，我们请弟兄们起立，我们唱三一颂。赞美这神王。
请伊恩牧师与我们做祝福祷告。弟兄姊妹，你可以站立，摊开你的双手，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上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动善功，行他所喜悦的事。愿尊贵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会众请坐。